怎么嘛？没人，我看到你在早上扔当了，我买了羊爪当火锅，你早就不扔了，对着你看。哎呦，好久没嘞，爸爸。将近才给买烟的。还新鲜很嘛。哦。嗯，那我来看去嘛。我看，我来在那等你臭熊熊的，就在这里在。嗯，要得嘛。群友，转上餐桌屋都认不到奶奶了，今天又要奶奶了。乖得很，一会儿就认得了。深情的，晓得是自家人。来看猫猫，就这样。今天你一整羊嘎嘎给吃了，你要吃不？不要去抓猫人，不能欺负他嘞。你把他整痛了，跟他要整你，你不能欺负他，好不好？我给打一会儿，太紧。那个电击才劈到的这个心位。关老母感觉也撇味道了，放着坐一会儿。哎呀，这回怎么鬼把我累得很？大看猫猫，看猫猫，要上山去嘛？看牛啊！嘿，你看猫猫，大你看猫都猫猫。猫，猫猫，不要提嘛，猫猫大，你看，淘点菜去烫火锅，这个菜泱泱嫩得很，好吃得很，小白菜。要得了，宝宝。要得了，你看嘛。好的很的。哦，这。我把菜再洗洗哈，搁那烫着。哦，要到你来洗去嘛。你们咋在屋头摘那么多菜哟？到处都摘满了。摘点嘛，人吃不到嘛，拿喂猪儿噻。那菜里头先干干净净，炒炒都没得。你不要专门夸我一个，你还是夸人家老妈。妈那炒着是烂打的呢，我还是帮着给他挑点零件。那我们爸爸和妈在屋头都辛苦了。要把菜地打整弄干净的。你拿钱回家用啊！你拿钱回家用啊！我们堆儿菜都做不到在屋头，莫非？谁啥子都拿钱买色凶。姐，再见。要到了，快点。好了，我就过去整配菜了，妈你们在这儿整着哈。要得。嗯。切点花椒去。这个火锅底呢，硬了还好多火锅底呢，糟蹋味道。要得，我做点渣渣烧又不敢烧大了，不着糊儿糊了就不好吃了。也是。哎呀，你看，把你们炖的萝卜炖鸡，人家兄弟要喜欢的。喜欢嘛，多一点。哎呀，这个味儿都不够啊，操！哎，来来，爸爸，那要电池都打开，打开长了就吃到了。好的，你要吃它吃了不冷啊。这水煮菜火得很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这一坨排骨，赶紧走。来来，哦，就这坨。但是坨瘦肉。我捏得了吗？那毕竟我是两头断的。你说你也烂了，没有，你放心。又不腻了啊！今天回家来着我。阿妈，你说我嘛苦啊？俺老，我背景你不牛，妈妈背景你别不哭噶。爸爸也不要，爸爸背，就只有羊毛背到。妈妈吃饭都不腻了。也不要爸爸背。你都吃饱了哈、啊，今天吃饱了，你这还可以。你来下去了。坐米呢？我来嘞。呀，坐了。还早噻，整得好。可以。我老二都技术还练出来了。
那就艰苦了，那荔枝弄好吃吧，爸爸。这个就是大厨师的真正的挑战。